是啊。你后壁讲过，昨天拢外底讲过。有啊。你拢甲报起来哦。够了。这有大只无？反正有大只无，规个下骹满满满。这叫阿根廷天使红虾啊！这下活动你做啊三斤半，前面一下卖，让你开3000块，六个头尾啊！这瓶三，这瓶三，只要你到尾底，你再过年，冰箱甲煎入面，歇车十天大头车，用烘的，3000、2000拢免，日本料理你用啊，先给钱先赢，1000元，1000块了啊，1000块了，1000块，天使红虾1000元，1000块了啊，1000块，1000块了啊，1000块。只要你若真正食袂了，人叫你买一部，这个虾真正够甜的。你买一部，我无甲你算较贵哦，下较满的哦，500了，试食看卖，500块了。北埔，北埔没有啦，北埔要用电的。不能用了。那我包车要来啊。安尼，搁招一个，无500了哦。那招无第二个，我就无套啊。安尼，来套。来来来，我用钱台下去，你搞满了票，我查，我让人家查讲才偌济，莫走，莫走。我让你查讲，只下三斤半的虾是偌济，我让你看。嘉宏，你真莫去用票。安尼啊，啊你讲香的咧，香的，只下我咧吃侪啊，豆豆吃啦，豆豆吃啦，吃啦，吃啦，只下安尼啊，3斤半啦，3斤半啦，只下吃一半，你都用烘的啊，500个有要啊，若袂我搁套包去500块，500个有要吃无？500块，拢有啊，两个台啊平平底，哦，底底底起来了嘛，来，啊人家讲要吃啥子啊？三宝，敢不三宝还好吧？后来你们啥？够米糕无？米糕出早青了了，还是你们吃白的了？你们吃啥？对啊，这平湖的哟、喔，这澎湖的花枝虾浆，澎湖的花枝浆哦、喔，叫啥？澎湖的特产，一个人摕2种口味啊，卖介绍啊，钱平平就好啊，200块就好，200啊，平平啊，全部丢掉啊，全部丢掉啊，信用最好个，平平啊。平平了，200了，几个？200够平的无？来报对面，弄个好好的。各位还没按赞的朋友，麻烦大家动动手指帮我按赞一下、喔，麻烦你们。200拢有啊吗？动动手指。来这边才行啊！按赞一下。我来去接你。今天搞有要搁吃啥物无？讲真正。鲑鱼汤，七招八招，你看我要吃贵妃包，一个人要贵妃包几个？讲完起来我袂买啊，一盘麻烦刷。哎，你要吃贵妃包300块就好了。对啊。这退兵问白头，这一包米要我2包500，3包给你啊，4包啊，等下啊，这包我头尾加上啊，5包啊，3包。这包鱼啊，我咧无啊，3包啊，4包啊，5包啊，3包。包2包啊，3包啊，4包啊，5包啊，3包。你看我要吃贡丸的500、400要拢无？三包拢没？三包拢没啦，包过。要搁买鲍鱼啊？鲍鱼要搁来啊？鲍鱼我来对啊。来，来鲍鱼煮了。鲍鱼要吃，唔免让你开500，开400，先给先赢300我了。这一只退兵，我白做了，以后我两只就500，300块了300块。快点！来300，上面吃鲍鱼的300块了300块，搁变回。300上面吃300了，300块300块，300块300块。来，买300，再搁送你300，再搁送你300，先给钱接拢来，搁一个300总计，来300块落去无？300搁有要吃无？300，最后这300上面吃300块，300搁有要吃无？鲍鱼300块了。对。来，来，啊跳票。啊，这阿公你过来讲吼，你今仔日甲遮来啊吼。来啦，客气啦，客气啦，客气啦，来啦，你先客气啦，客气啦，我了了去，客气啦。托邦的琵琶鸡，这只在你个喉咙烧，食到烧就好啦。几只啊？今年鸡啊吼，贵到实在真正，我做啊久的生意，我也唔捌讲啊鸡啊叫无的。这间是普通的啊，不胖的啊，5只、6只、7只、8只、9只、10只、11、12、14只呢，一边7只呢，先给钱的先聊。即马一只鸡仔偌济？恁家己去菜市啊问啊。一只卖互你开1000，开800，用我小罗啊，送先给钱先聊，上少互恁7个聊，300了。来300块，上面吃几只鸡仔？300块了，批发机10只，300。来两个。300块了。
收钱啊，三百，攞下起来啦。个人要到保利龙。一个月。最好搁一个三百了。天使龙虾给个。来三百谁啊？天使龙虾上给钱啊？是你三百几个？谁啊？我两个啊。我甲恁王龙心讲，今年鸡啊真正含死恁祖公，真正无解好笑。我钱摕来要去人叫鸡啊，搁叫无，真正无解做。我阿妈拄过安尼，这边七个，这边七个，感谢先给钱的先给啊，两百了啦，两百好了，两百块，两百报地价啊，人家要你送的啦，客客同意啦，今早十四只要你欢喜的啦，两百好啊，让我收了，两百好啊，两百好啊，买买紧买买，今仔早十四只要你送的啊。两百块啥物事啊？枇杷子啊，破胖的啊。两百块有咩来无？来，你先看。哎呀！这只鸡啊，两百，你两只几只啊？你两只啊？我唔是卖你半只啊呢？是的，要咩啊？你看头前啦，好啦。两百啥物事啊？好咯。最后六个人给两百。大家，这要我加两包，有咩手表个？我阁卖你一只，你食了无？会啊，我卖你一只，食了，我卖一只，食了，下个卖了啊？上尾，我阁卖你一只，食了无？食袂了，我阁卖你一只，食了，下个卖甲我讲好啊？来，这个卖，这个卖，来个上尾。你卖我知影啦，就迄个卖啦，啊这个卖啦，啊你卖啦，来个有卖的手表个，我阁卖你一只一只了无？你嘛会啦，来啊个最后一只，你有啊你有啊，阁有卖的无？一百啊！你遐钱啦，一百块包包袂，一百块啦，卖啦，你讲无就无。有卖阁卖，有卖阁卖，一百了，你食袂了就卖免票啊，卖，啊你食了，你食袂了，我无错。有卖不卖？你讲有？你有卖这无？有啊。我卖一个。我讲你敢有买两百？啥？成龙啊！过来买啥物？买啥物？恭喜发财！我客气。望西秋江安平的虾骨，喏，先客钱的先个。这个我绝对无你千把小看。啥物事啊？不要，唔准卖卖出去，喏。我还讲我卖搞机械潮，真正卖机械潮拜托啊！啊，我你欢喜无？变卖机械潮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你要食望西秋江的安平虾，讲想要食先价钱的先名，三百了。鸟笼了咯。其实老板还没说哎，我也不太确定。其实我知恁不爱提钱哦，其实我拢知影。真正啊，我让你知我要做啥物啊。你唔爱提钱，我讲你画甲手甲手画，这是共有金龙三四五六七，金龙三四五六七，来个一个。如果老板决定好之后，我会跟他说。来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来，我来付，摸起来，摸起来，来，摸来，摸来。你不要买，我教你不要买啊！我你手甲手画，啊，卖我计价少，不要计价格哦，哦，便宜给大家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大家不可以计价格哦，行吗，姐姐？金龙三四五六七来，安平的房西秋江什么虾贡呢？这你唔爱食，这是腰水好食呢。来，我你用我账号你好无？我即马目前无吼。来，你迄个雪梨个雪梨敢够有？雪梨一只吼，啊你个摸起只虾咧，啊我来互人家欢喜。你负责客物件，我负责人家欢喜。来，这只雪梨够哩。欢喜就好啊，我紧啊，凊彩啊，我这样凊彩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一盒望西秋江的虾贡哦，不是蚵贡哦，一块雪梨是块贵，一瓶三个，三百了，三百好啊，三百好了啊，三百好，我收了，四个啊，无啊，四个结束啊，四个来，数下未，三个啊，我这我就欢喜个啦，阿姐开始啊。快弄就好啦。来，可以就好啦，尽量我也卖了煞。
几多分钟？是啊。好吧。那时候你搁一个吗？上车钱还袂给？一个你还三个啊？啊，我只有八个的呢。靠呀，我只有八个，反正我也不坐。刷你哥哥。林宇，晚上好。你若要食雪梨粿，也甲我讲，我排伫小顶楼啊，因为我这拢无啊。啊，阮大哥讲要想啊，大你讲要想啊哦，我一定啊先传一包阮大哥。哦，来这包阮大一个，清气的吼。来，大这包你用好，谢谢你。啊，所以你敢让我摕一箱鱼啊，我卖无？啊，无你先我给人，我卖，我帮你先卖掉。哦，你只个在摸其中块，这块你当处理一下无？好无？来，来，搞别招，别招，别招。啊，这话先搞一下哦。恁现场看人无买着这个佛跳墙来无？这佛跳墙当然用我烧了做好起来啊！吼，来，我尽量甲留恁啦哈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人计甲我买这个吼。一只佛跳墙唔免互你开1000、800，先开钱的先了，300了，300块上面只300块了，来300上面只300，你甲一包酸菜要甲起来上啥？要甲六分啊？一包酸菜啊，一包猪肉鱼啊，白一包搁送你啊！哦，咱就刷啦，做顶我清清小事了啦，一包过来，1包5哩，一个人开一包佛跳墙，一包酸菜啊，一瓶两个人开一斤两三四五，一瓶两个，别。鱿鱼内肉串，内底有鱿鱼内肉甲酸辣，一包煮煞3，免啦，一人加3鼎。